那个今天收工了，辛苦了啊！谢谢，辛苦了。那你们也收工回家啊。哇，这衣服可贵啊，怎么办啊？你说。你今天要拍的照我都帮你拍完了，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。但这不是我。这怎么不是你啊？这里面不全都是你？对，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可是啊？你不是要当网红吗？网红就是这样，没有你穿的那些几万块钱的衣服，也没有你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练出来的好身材，他们有的就是这些平淡的真实的生活。啊，我生活也很真实，我哪不真实了？好了，别闹了，拍完赶紧走吧。我不走。我哪不真实了？你赶紧走吧，你放手。我不要。你放手。我不要。你想怎么样？你走，赶紧走。小鱼啊，你这不想听。我想去。我。啊，那个，我现在来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不用，等一下再来。他马上就走了，我现在去给你取。